大家好，我是罗文啊。咁咧 ，Pokémon Let's Go 咧就正式见街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啊，其实今集咧系一定要攞伊贝啊或者皮卡丘做主角噶、哦。咁如果咧我系旧 fans 啊，想攞翻我哋出名御三噶，即系小火龙啊、奇异种子啊同埋车厘龟，咁应该点样做呢？咁原来啊，御三家攞法啊，同 Game Boy 版一模一样啊，咁就无需大家去特别捉啦。咁如果咧你系想攞奇异种子啊，咁你只要打到第二个道馆啊，即系浅蓝市啊，咁嗰度咧喺小精灵中心隔篱咧就有间蓝色嘅屋，咁蓝色屋入面咧就有一个女人啊，咁佢就会带住一只奇异种子。咁你只要你嘅小精灵捉够一定数目啊，咁佢就会直接送一只奇异种子俾你啊。而小火龙啊都系附近啊，咁你只要喺呢个城市就会对上啊，去24号公路，剧情咧就会需要你打完一个5连战啊，咁打完5连战咧再上少少啊，就会见到 NPC， 咁又见到带住一只小火龙啦。咁同样啦，你只需要问佢啊，咁佢见你话喂你有好多小精灵喎，咁我小火龙就交俾你啦，咁佢就会送只小火龙俾你啦。咁最后车厘龟啊，咁我会喺第三个道馆嗰边先至攞到啊。咁因为我目前就仲未打到嚟呢度啦，咁就希望到时都可以影翻个位俾大家睇啊。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啦。